车，请不来海派，海海。这把我们试试看蛇女，我们来试试看蛇女。你有没有推荐的 Switch 游戏？我没有在玩 Switch 的。不是最近大家都玩那个宝可梦吗？你们干嘛不玩宝可梦？什么夯就玩什么啊，随波逐流。啊，不然来跟我一起玩这个啊，这个也蛮好玩的。哎，有没有在玩啊？进我的工会帮我解那个工会任务好不好？好玩欸，一直挂机欸，很爽欸。你就会感觉每天都在变强。为什么现在大家都喜欢玩这种挂机游戏？最大的原因就是大家要上课。上班，所以你在上课、上班的时候，你都能跟人家一样的一起在变强。这种游戏就是大家就心态上面，你就觉得说啊，就是你有再多的时间，我也跟你一样强啦，怎样的？就大概这种心态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我打谁啊？打球女游戏，我们赢了，各位，我们赢了。很多人都以为球女是可以打得赢蛇女的，但是一个厉害的蛇女是可以打赢球女的。开到几点不知道欸，开到输吧，我感觉今天输不太了。什么晚安啦、啊、欸，你们没看我今天的表现，没看我今天的表现吗？那个中路跟鬼一样欸，每一把都把人杀成猪欸。征服者是新套路吗？没错，现在征服者已经改啦，远程都带征服者啊。现在中路所有的角色都会带征服者，没有带的都是菜。欸，那我一等是不是点一比较强啊？这样按照这个状况，我点一我就可以跟他普攻到底嘛，对不对？我点一会好一些，以防万一。然后点一推线也相对比较快，还 OK。干超无脑的白痴！这个征服者被动他妈不改，我也他妈切掉。这太扯了，不能这样子吧？那蛇女根本超强啊，现在。只要队友选一些角色去配合他，根本就超强，无敌无敌。Yes， 杀了个人还回了魔，哈，那个球女现在想投降。这技能根本就不用中，哎，你他妈的，啥意思？什么意思？这什么意思 ？Apex 说球女是最 counter 蛇女的，怎么还能屌打球女？就是实力嘛。我跟你们说，就算角色反过来，我一样屌打。我蛇女有一套特别去打球女的方法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关键就是一级的时候，只要球女的对线棋被打乱了，那他就没救了。一打二，继续叠。Triple kill！ 这怎么能这么厉害啊？我怎么能这么厉害啊？我的天哪！夸张 kill， 一打四，哎，谢谢思密达，嗨，感谢拳头，好，又来开发这种垃圾角，好，垃圾天赋，很棒很棒，用屌在做设计，搞一个，机器人，搞一个，呜，想法，这就是想法，你看这之前回马枪，你们有看到吗？他这个回马枪确实有想法。不是，这个真的太扯了啦，这样让蛇女完全有极大的容错，你们知道吗？本来蛇女只要没有 Q 到她会很烂，但是现在他妈的，我就算没有 Q 到，我一直叠我的征服者，我下一个 Q 我就无敌了，对不对？怎么能这样子啊？真的是低能天赋，我没有在开玩笑，这个天赋真的是他妈低能到爆啊！
TP 来喽。根本没人打得死我，你们知道吗？没人打得死我，这是关键啊！他们要是打得死我就算了，他们根本打不死我。借我 E 一下。没魔了，没魔了，哥们 ，No mana， I have no mana， 啊，要有 mana 咯，垃圾天赋，没魔，撑个助攻啊，魔力全满，哎，如果有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走到我的 W 上面，那我会一直叠吗？比如说我放个 W 在上面，然后门对面五个人。对面五个人轮流踩进来，所以我就对对对对对对，我的征服者，真的假的？这个天赋真的是做坏了。远程能叠这个天赋，我觉得就算你要是这样设定的话，你至少也要砍短到比如说六秒什么的，八秒真的太夸张了。怎么可能有一个 AP 他妈八秒内在一个会战里面八秒打不到人啊？你告诉我嘛，对不对？怎么可能不能叠上去嘛？你看这种技能根本不用 CD 的，可以一直按。你就是说我按五下一，我就有征服者效果嘞？打鸡鸡啊打！算好好的。我们真的真的有明天。回家。高。恰不掉。二十五层，虐杀韩国仔。你们知道为什么当时算了，哎，好近哦，现在 W 改满了，哎，他真的有在叠，超强的，这个新天赋根本就是白痴专用的，没魔没关系，撑住攻，没血没关系，一直按，哇！太扯了！蛇王，哎呦，这一个真正厉害的选手，没有在说自己哪一只角色是什么神什么神的，什么蛇神，什么什么什么有的没的，你会跟你们会说什么 Faker 是勒布朗神吗？不会啊，一个选手是全面的，不要跟我说谁谁谁是蛇神蛇王什么的。我是全面的，我没有在单一角色的，没有在给你单一角色的，全能之神就是我，好吗？全能之神，说自己是什么神什么神的，那都是他妈中二病发，好不好？什么神什么神呢？什么蛇神？我都没有。